Mach her. 700 behind. 650. Oh, 650. Eight, eight.那休息马上回来，我们这边看见 Chadwick 拿到一对 K， 然后呢跟 Flink 翻牌前打完。那这边 Flink 他是手持一对圈 Called up。那我看见这边转牌 Flink 在这里又拿到击中了顺子，那顺利的把那个 Chadwick 淘汰出局。那这一周我们看见 Chadwick。 在这个系列里暂时还没有任何成绩，但是当然希望就是明天200外主3买路的他可以表现得更好。目前这场比赛的前注是来到了10000，然后 button 是给两万的帮助。目前在我们两台直播桌的。 筹码领先者依然是我们来自中国上海的王座。我进几个班呀？永远一个不用问。 可以看到这副牌在前置位的 Hexen 是拿顺子，下了一个非常小的注码，在90000的底池里面下注25000。一方面是因为牌面有攻对，即使遭到了一个加注，他也可以去考虑面对对手的加注再去跟注；一方面也是可以留住对手跟注范围内更弱的牌。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庄位的对手，即使只有一对六，啊，他也选择了 call。Is the straight in fact? There was the speech play. Now there's the tongue play. 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保下注下注是可以留下对手范围里面非常多的制服型手牌，而在这里面对一个这样子的保下注。